我们做朋友吧。我没有自信可以跟你很自然的相处。一见钟情的人怎么说，就像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。再这样下去我只会更可笑。你俩就当从来都没有认识过。我现在没有这个自信了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陷入这种混乱的感觉的。你是不是有人呢？比起整理清楚我更想逃避。不要过来，我们的关系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，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对你的情绪。喜欢一个人而已，谁比谁可笑的。